造市场跑不完，蓝营大咖人人都得当侯康分身。我从来没有支持过一国两制，我们国民党也没有啊。我们国民党坚持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对。反驳赖清德认为支持九二共识就是支持一国两制。总统大选进入冲刺期，蓝营定调2024战争和平选择，摆出17场大型造势、200场活动阵仗，力拼扭转情势。只是柯文哲才喊烦恼粮草哪来，蓝营人士也诉苦侯阵营募款情况不怎么好。民进党这么多年来资源很丰沛嘛，因也无欠钱。台湾在野党当然会较辛苦一点嘛，我会支持者，再有小额募款，给我全力的支持。我们一定会创下有史以来啊，花费最少的啊，这个选举，所有我们基层干部们大家的重情重义啊，我们靠的是情义两个字。用最少开支打胜仗，但该顾票的区还是得跑。赵少康一早就到马祖助攻陈学生。民进党如果继续执政，我看未来八年战争难免。国民党集中火力检视民进党八年执政，另一头柯文哲不甘被边缘，造势场合猛攻蓝绿根本一家亲。请柯主席就诚如您说的，我们好好选举，兄弟登山各自努力。柯文哲应该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好的护士，我们一定会结合有能力的人，大家一起打团队战。分手柯文哲，国民党主张口出恶言大可不必，但回击话语继续带刺，毫不留情。三立新闻黄韵凡、吴明轩 SNG 小组台报道。